有。小朋友讲话很可爱。爸，谢谢。坦坦最喜欢暖身了，再过几天坦坦就要下个礼拜坦坦就要两岁了哦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有睡饱哦，你要姐姐凌晨四点起来，那个头摇发抖腰。天哪！然后我跟他挣扎了半小时之后，他还是说他很饿。我去帮他热个饮食卷进来，我把他捆起。他是来报仇的。早上我就想说闹钟全部都关掉，我看你要睡到几点。真的。相较一下，他比较稳重一点。他比较稳重。两个人都个性不同。你有觉得小的好像就是来报恩的哈？对，沟通上好像就是比较那个。可能是因为有大的在带吧，我觉得。嗯。哦，站起来，快点，手放后面。手放后面。像小草前两天就是拿叉子乱跑，就凶他。哦，这很危险。对，都是慢慢教的啊。牙刷也是大忌。嗯。然后我就凶他，然后我话还没骂完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哼哼，太可爱了。可爱的坦坦，加油！